丽丽教授又宣布，今生人生和你代代顺着好家孙，谢谢。要孙就多，啊对哦，我现在拢无通个孙啊，谢谢，拢靠你啊，谢谢谢谢，拢靠你啊，我上届热情个拢家己个，啊是啊，然后现在粉丝拢也上届个，谢谢，这上届大新妹拢拼无走个，一定啊，靠你笑一个太阳干干安尼，也是在家里头生啊，一定啊，你老师讲个对你上好个，啊你当袂聊天好爽。你看到就给我说，啊，内行的三千老公，我听到坐内底啊，坐内底啊，嘿啊，啊，迄个头一个月我唔惊拍个啊，啊对哦，伊讲迄个婚礼，甲我甲你共款啊，我都学完西啊，迄个福气啊，啊，我嘛是啊，迄个福气啊，福气啊，伊都达到初级嘞，初级点点啊，唔通个味嘞，我看你前几工，哎，有啦，嘛是有咧味啦，有咧味啦，然后伊讲个，你都虽然讲伊干那面乌乌，啊，不过你无看伊边爱露露，哎，白相安尼，是白的啦。对啊，哎，实际是因为拢无想要防晒啊，无想诶，因为了美丽的事物值得，对，为了美丽的事物值得，他只要保持有一个牛奶肌就好，啊是，牛奶肌，牛奶肌啦，对啊，牛奶肌的，牛奶色的肌肉啊，对啊，啊你讲看遐也看袂着啊，牛奶肌对啊，是啊是啊，所以讲话，人家咧因起来看个，嘿，伊其他拢乌，就干牛奶肌是白，啊对啊，女朋友才看有诶，对啊，然后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女朋友，是的，那就像你也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留给观众啊，对呀，所以来安排我们的钢管秀舞，啊，安排秀舞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时间由我们的钢管女神，让我们的 DJ 君君带来精湛的钢管秀演出，哇哦，今天钢裤真正一定要耶。我想要教伊拜师学艺的无时间呢。小装自学自研发哎，我讲你的技巧要自研发哎呀，所以我们那边学的话，你是拢家己学的。呜耶！啊，是呀是呀。你敢有考虑跟我同款的？你顶天在问阿姨，伊若头发跟我一样短，还有人爱他吗？伊今粉丝不爱他，就是喜欢长发飘逸的君。所以伊讲讲有冲动，想要跟我同款，都唔敢。点阿姨，记得投票啦！然后网络投票一下，如果沈君君。他头发剪短的话，还有没有人爱他？跨步啊，跨步啊！到底这个来不来？变化服装，用不一样的造型来呈现给大家。